即将要进入跨年，今年的跨年档期电影包括由张永荣还有张书豪主演的国片《我们全家不太熟》，还有喜剧片《家有两个爸》跟奇幻特效片《怪物游戏》都不约而同走喜剧路线，要抢攻廉价的票房。把小孩交给我们，不是他死就是我们死吗？东东可不可以消失啊？描述三个男大生照顾一个宝宝措手不及的故事，由张永荣、张书豪主演的喜剧片《我们全家不太熟》即将在跨年上映。So today is the day I'm finally meeting the father of my stepkids. Am I nervous? Holy走搞笑的路线，新片《家有两个爸》中，两位父亲，一位是亲父，一位是继父，为了争夺太太和儿女的关爱，彼此互相较劲。是这样子吗？这帅哥。I don't know if that's a good idea, Brad. Hey, look, she's a lot of bike, man. Why don't you go back in and take that shower so you can get a shirt on?延续过去跨年的档期，靠着《格列佛游记》在台抢得票房冠军的杰克布莱克，新片《怪物游戏》又改编自童书。Look, here it is. No, don't open it.怪兽们被监禁在书中，却不小心让怪兽从书中逃了出来。主角们该怎么把怪兽赶回书里？主打奇幻特效和幽默的趣味，搭上跨年的档期，年底推出的电影不少是欢乐片，就是要抢攻廉价票房。UDN TV 综合报道。